老婆，你把你爸画成这样，你不怕他醒来了收拾你啊？这可是你说的哦。岳父岳父、嗯、你快醒醒，你看你女儿给你画的。岳父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老婆，你帮我看一下现在几点了？嗯。哎，老公，你又想坑我对不对？我才没那么傻呢。是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爸，你听我解释。去把家家务都做了。老公，你要是能把钱拿走，瓶子不倒鸡蛋不碎，我就给你洗一个月的脚。嗯，这怎么可能啊，一碰就倒了。你别笑。滚滚，你去洗一个月脚。弟，能不能给我1000块钱啊？可以啊，你要是把这个柠檬吃完，我就给你。我来。嗯。在家无聊怎么玩？姐，老婆，啊，打不过我吧？妈，新年快乐！妈，新年快乐！祝你吉时吉日喜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筝，增福增财增长寿，寿山寿比寿长生，生财生利生贵子，子孝孙贤代代荣，荣华富贵年年有，有钱有势有前程。你别笑。